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玩奇奇怪怪大冒险。我们看一下剧情哈，太麻烦不想了，反正就通关的结局。第一关找按钮，太老套了，不会是跑酷吧？会是在火里面吗？有可能吗？应该不可。哦，是这边哦。这样子，按钮找到按钮，然后呢，放这边。轻轻松松寻找出口吧，少年。这一题难不倒你吧？难得倒了，什么难不倒？完全难倒了。上面和下面羽毛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要把下面的转全部转过来吗？因为上面我们转不到。开了。哦，第三关简单问答题，真相只有一个。做的帅气不帅？帅气。Thank you。不帅气。这是什么？获得成就，讨好作者。好，第四关问答题，没错，还是问答题。第一是什么？看一下问题，请问凌晨零，然后什么教室？当然是零啊，零在哪里？为什么没零？这边呢、没看到零哦。问答达人。寻找出口的故事，出口啊，出口，你在哪里？要水，下面呢？开了，空箱子，按钮，可恶，这么容易被你找到了，因为保持生存模式，意思就让我破坏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应该是这样的吧，哈、传送，那上面就给一堆水啊，能干嘛？能喝，喝给你看啦、怎么样？然后这边还有一朵花，你是需要喝水哦。喂，可是我给你是没水的。按钮，或者成就万绿丛中一点红，野花也需要人灌溉。秘密房间，好了。纯天然跑酷，信不信？反正我是信的。可以，一定可以的，相信自己。为什么这边要给我这么挡着啊？给我过去不好吗？直接过去，我就可以直接过去。Nope， 靠背，有东西挡着。2000 years later， 有。接下来就需要硬，用高台跳水，都说没骗你，这明明就跑过造水的地方跳下去就对了。好，不对啊，这边里面有岩浆。好，你骗我，你欺骗我的感情，是这边吗？有，二成就作者的微笑，我就知道。完蛋了，我一定死了，我死定了。快下来了，二成就耐心等待。这一关开门吧，兄弟，开门吧，然后嘿，开门，然后奔跑，开门吧，然后奔跑，为什么？这种游戏，跳下去你就通关了，信了你就信了你的血，哼，都说要跳下去，你不是，成就不是所有按钮都是用来通关的，可恶，竟然是真的跳下去。加跳下去，成就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实况就先到这边。
结束。那么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点个喜欢，并且帮我分享。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么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形状有点猥亵啊。